快閃啦！一如以往，我哋都係去到廣州新界啦，就進行一啲啊清潔嘅運動。咁啊，當然即係啊一啲頑皮仔、頑皮女咧，都係一樣噶啦，周圍貼、周圍黐同埋周圍畫。咁啊今個禮拜特別啲，因為係八三一前夕，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喺社區裏邊啊一啲嘅啊謠言啊、抹黑啊，同埋一啲啊。即係失實嘅文宣啊，就貼滿曬同埋畫滿曬。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青年快閃清潔，一如以往都係你畫我哋清，係啦。咁不過即係隨住社會事件啊，就慢慢去降淡嘅時間咧，咁啊，我哋運動咧都接近尾聲噶啦。咁啊，期望啦，即係希望係將一個清潔嘅精神咧，去擺翻，即係帶到落去社區裏邊，清潔香港，人人有責，大家加油！哇，好犀利啊！大家可以看看一個公眾的地方咧，就係、俾一些即係非法的分子去即係嗰個塗到咁樣啦。即係如果你作為街坊咧行過咧，基本上咧你心情都唔好啦，好嘛？即係希望咧大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望咧即係大家去保持翻一個公共地方清潔，去令到咧即係一啲街坊啦，我哋叫為人為己啦，好嘛？即係唔好亂咁畫。是啦，好缺德嘅行為。現在的土鴉一般都是除了是八三一啦，係咪？咁啊，即係一些非法的醜惡文宣之外咧，仲有一些咧抹黑全民檢測啊，又話咩 DNA 送中啊嗰啲咁嘅歪理啊。另外咧就係咧咩九月六號鼓勵係啲學生罷課啊嗰啲咁嘅即係煽動文宣，即係呢啲咧我哋行過嘅話，如果各位網民見到啊，即係可以咧。去報告俾阿高 Sir 聽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咧
打1823去報告俾食環署聽，咁啊，即係等我哋咧可以快速去清潔。
Thank you.